相信大家都在香港闷了好久的了。最近长洲就多了一个全新的 clamping 选择，由长洲码头行20分钟，或者坐街道去到岛上的西苑。这里有成40万尺咁大，有不同的特色豪华型选择，而最新就是这里的星海之心营区，300多尺的住宿空间已经有齐基本的过夜设备。对比其他房型啊，这个全新的星海之心咧，设备更加完善噶，有自己的独立洗手间，有冷暖水冲凉，仲有蓝牙 speaker 同埋冷气添啊！除了一张大床之外，这里还有一张 sofa 床，最多可以有4个人来玩噶。整间房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透明幕墙啦，一瞓醒就见到个大海景，同埋呢个位好啱打卡添噶。这个营区的住客还可以独占周边3000多尺的草地平台，有更多之人不拉窗帘都不怕被人看蚀晒呀。而平台设有吊床 campfire， 天气好的话还可以见到大大的咸蛋黄。平台还有烧烤炉、户外星盘、野餐台，夜晚在营隔离围炉 BBQ 睇星倾偈，好有气氛啊。而最开心的是这里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，好似力奇活动、手工艺工作坊等等。好似这个树顶走廊要挑战城网阵，还有飞索关卡真的好好玩。不过新营区星海之心只有一间，所以好抢手价。如果预约不到，西苑亦都有其他印第安型、南非型、蒙古包型、冠星型，同埋凌空离地的圆球住宿赤日。着个冷气噶，住呢度咧更搞笑啦，系会摇嚟摇去。咁多房型可以选择，一于嚟翻个本地的2日1夜小旅行啦。去完 camp 之后，仲可以嚟扫下街、踩下单车添。